大家好，我是大磊。我第一次在网上订购的烟薯现在到货了，他们快递直接发到那个提货点上了。我现在骑着我的小电点啊，去拉货。现在这户主转火了，为网上买的这回，要发货五六天了才过来。看这奇葩的是啥嘞？这个山东这卖红薯老板，俺俩说好的价格还一人2.5块，他不包邮，他不包邮，我加运费，往后500块钱的红薯，加运费加了140，我红薯发过来都花了3块了。耶，这里头还有个烂的嘞呀！哎，下来，赶快，别淘气。我就给他懒得干什么。吃饭吃饭。洋洋才吃饭吃啥呀？嘴巴咦，你看你看红晕。哎呀，嘴巴吃了，你看。娘，真香，真香，真香！招不来那么大的了，火只能搁。这是鱼吗？啊，给它放到小碗里头。这条鱼鱼肉还不少嘞，是吧？嗯，要剩那块都当你玩了吧。有点多呀，这么大一块会吃完。你要倒了。我去领着药弄来了，看病去药咳嗽。你收拾收拾，你出天去吧啊。多少天了没好嘞？咋弄嘞？半月了。不好，他反反复复的，我就给他瞅瞅去。10块1斤。有吧？我给你看一下啊。刚出摊儿。刚才火大了，这会儿好像有点烤糊了啊。哎呀，出师不利，稍微有一点糊了这个。哎呀，哎，可惜了啊。估计这三个红薯有。不咋行了，我觉得换的地方还不如我的老地方了，还不如老河南那一片生意好呢。刚才那地方不行啊，生意不行，咱再换个地方。又换了个新店啊，刚一停车都卖了一单，卖了个小的。大家等一会儿吧，看这个地方人还挺多的。跑到晚上的书店街啊。还很热闹啊，在这儿多摆一会儿。